Hello， 有你音乐榜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单依纯。开始采访前，你需要抽三个禁止事项。采访好害怕呀！不能触碰禁止事项。如果触及，则需要用小锤锤敲打自己的小脑瓜。不会不让我笑吧？我先试一。哦，这样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挺温柔的。我是单依纯，我的出生日期是2001年12月23日，出生地是浙江。大家好，我是单依纯，大家嘟嘟滋滋呜，应该是这么念的。我的昵称有，依依，同学会叫我小善啊，好朋友会叫我登登。怎么喊我都会回头，如果不知道我叫什么的话，可以叫我美女。最近在忙碌的工作室准备新专辑，不能剧透。会动耳朵，特长的是腿毛特长。舞台上的我是竭尽全力的单依纯，生活中的我是佛系的单依纯。致命性一点是睫毛，这是真睫毛，不是假睫毛。这样是不是拍的比较清楚？拍到了，但是你要打自己，不能摸头，不能摸头发。嘿，打8分7分吧。歌曲风格方面比较单一，有几期节目头发有点油了，所以也扣分。就是有很多抛头露面的机会，可以让大家在舞台上多看到我啊，觉得很开心。为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？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好了。周星哲老师他是一个很全能的制作人嘛，他可以自己写歌，可以自己做歌。我觉得我还是很想像他一样尝试着自己创作，自己来做歌。这样是什么啊？我都要生气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觉得这是我的口头禅吗？行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，因为我的粉丝好像男女还蛮平衡的。男生占比在50.45%，女生是49.55%，男生多一点点。中学生。聊天歌手同学，23到30岁的初入职场的年轻人。哦。请撅嘴说出以下台词。不不。救命啊！女人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女生吧，其实是跟下一首歌差不多，男女双十一半一半。我觉得不管你是想要坚持同一种风格，还是想要去突破自己，只要你是在用心做音乐的，你只要保证音乐的质量，我觉得都是可取的。永不失联那肯定上榜了。像风一样，前5-4首都是你的歌哦。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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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半一半吧，那我还是男粉多一点点哈。80后，风雨送送，请模仿一下幼儿园开学打招呼。救命啊！我又要装可爱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单依纯。爱我的时候。有你音乐榜2020年度盘点之年度十大新人，最高周榜排名第4名 ，Top 20歌曲数2次6次，对不起，2首6次，最高新歌得分90.26分，这是不是还挺厉害的？年度十大电影原声音乐，给电影人的情书和你的珍藏。我2020年好像就唱了这两个。运气运气。有你浪潮原创音乐榜2021年一月榜季军，尝试了剑哥，王嘉尔。
我感受到了，大家对我的喜欢。我山一纯接下来都会用真话来回答以下的问题。是真的，因为泪腺很发达，会因为外婆给我刮痧疼苦，所以我那一个星期，两个星期我都没有理我外婆，很记仇，想打嗝。是真的，有一些人会觉得我看着特别高冷，然后有一些人会觉得我看着就不太聪明。我抽这个，这也太唯美了吧，这太淑女了吧，给我来一阵风。就是你知道妈妈，对，你知道妈妈他们拍照片都是这样，拿一个丝巾，然后风这样飘起来，这样。恐怖挑战密室逃脱。如果要获得100万的奖金，必须要用近30天的网络浏览记录来交换的话，接手还是放弃？100万很多吗？很对不起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必须持续一个事情的话，宁愿喷嚏打出来，还是一直打嗝？打嗝吧。必须做出选择的话，人生只能说实话，人生只能说谎话。谎话。看视频自嗨型还是看视频面无表情？面无表情。危险 ID 一般改备注还是不改备注？改备注啊。要好的朋友会有奇奇怪怪的备注。微信聊天则一般情况下的话，群消息屏蔽，群消息不屏蔽。屏蔽。半夜发现有鬼敲门，半夜发现床下有人。我不能选择，我不选择。如果必须选一个的话，半夜有人，有人也很吓人啊。他都敲门了，他还不进来，他会进来吗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选择，我不想做这样的选择。高人气作品还是含金量获奖作品？后者吧，后者后者。咖喱饭和肉都想吃，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煮。我可以多带一些人吗？那我就把身边的人都带去了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他们就是我真正的好朋友，不愿意去的话就从我的好友列表里剔除。谢谢所有的纯牛奶们，还有上百名创作人们对我的支持和肯定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